那些年的显眼包，拍下来发说说。等飞机中，飞机大厅真的太高级了，好多人啊，排队上飞机喽。好美的天空，起飞了！怎么一直说要着这种风？海是大大的，海是蓝蓝的，海是什么味道的？怎样才能让别人都知道我在海边呢？哎，假装发错群消息，妈妈你在哪儿呀？好美的大海！小芬你去海边啦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发错了。对呀，我现在在泰兰德。哎，你们要不要海边签名啊？小芬，我都写好了吗？小芬，帮我也写一个嘛。哎呀，你们不要慌嘛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哪有这么多手啊？哎呀，这个怎么在这儿啊？哇，小芬，这是飞机票吗？对呀，暑假我妈妈带我去泰兰德坐飞机的飞机票。哇，小芬，你还坐飞机？对呀。小芬，你不饿吗？我好困啊，我在倒时差，我的胃啊还是泰兰德的时间。一个小时有什么可倒的？